桃园机场二航下在十一号发生跳电，目前调查朝向是有人为破坏电缆。桃机公司报案之后，航警局追查逮捕到两名嫌犯，是原本负责机场防火水炮架设的工程人员，目前移送地检署来侦讯，要厘清动机。讯后检方声押警戒，锁定了两个嫌犯。那这个嫌犯呢，我们也在昨天晚间呢将他查缉到案。那这个案件呢，我们是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那目前尚有非常多的细节尚待厘清嫌犯的动机。但这个地方呢算是比较一个开放区域，它的区域的属性也不是那么机密，而且设施呢除了各位可以看到只有电线电缆，也没有什么主要的系统或设备，所以这样是破坏的，很难去防范。警警怀疑两名嫌犯因为施工，所以熟悉现场，因此就趁机使用油压剪来剪断电缆，结果造成了11000伏特的电缆短路，因此就断电。而这位嫌犯是否是要偷电缆来变卖，还是有其他动机，这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而桃机表示，因为事发地点是在公共区域，所以很难防范人为的破坏。后续会配合司法侦办，并将依法就责求偿。